直击瓜儿家幼兰的真容，简直美艳不可方物。老照片见证玄机，末代皇帝溥仪和婉容瓜儿家是满洲正白旗人，军机大臣荣禄之女，再封的嫡夫妓，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，末代皇后婉容的婆婆，无疑是婉清真正的太后。这位婉清贵妇年轻时的颜值颇高，容貌清秀，气质高雅，举止投足颇具皇家风范，可见溥仪遗传到其上量的基因。现在来一组老照片见证玄机，瓜尔佳氏和再封中后面最右的是瓜尔佳氏，瓜尔佳氏与再封婚后育有长子溥仪，次子名溥杰，长女名爱新觉罗月英，第三女爱新觉罗月英，儿子长得帅气，女儿美丽优雅。1921年，末代皇帝溥仪和景太妃爆发激烈冲突，瓜尔佳氏被景太妃召入宫中，受到训斥。从宫里回到府邸后，瓜尔佳氏一顿大哭，后竟吞鸦片自尽。那一年的溥仪只有16岁，令人不禁唏嘘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